喺菲立交易场交易时段，下昼4:15至6:30打开 Poems App， 唔系菲立客户都可以免登入睇到菲立交易场嘅免费报价同埋交易状况。首先，使用智能手机下载 Poems Hong Kong 手机程式，打开 Poems App， 你可以选择适合嘅语言界面。至于菲立现有客户，请键入用户账号及密码，阅读声明及点击接受后，即进入 Poems 港股分页。请选择新股分页。依家示范点样喺 Poems App 用10x孖展认购三手新股，享零按金、零利息、零手续费优惠。去新股分页点击认购新股，拣选用乜嘢孖展成数认购边一只新股，选择认购股数。10x孖展三手认购呢一行选择，只设一手、两手同三手。选择孖展成数，10x即 100% 孖展，按键确认。留意，在确认自己的账户获分派新股后，需存入足够的认购金额，否则相关的利息由翌日起计算。建议客户在当日下午5:00前完成存款。请选择新股分页，再点击进入菲立交易场。客户可以按买或沽建，输入每股作价及股数，再输入账户密码，发出指令，按 Go， 确认完成，信息就会弹出。请点击交易状态分页查看交易状态，你亦都可以点击仓底分页查看持货。查询请致电22776674新股认购部。